今日我哋会去第三新东京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Pika。如果大家同我一样都系八十后，又有睇过呢个《新世纪福音战士》嘅话咧，都应该知道我讲紧嘅第三新东京市其实系指呢个嘅箱根。咁我哋其实今日去箱根咧，系除咗观光之外咧，系仲有一个原因，就系呢个动漫圣地巡礼。咁话说，其实箱根咧，今年2020年。初開始咧，其實係同呢個新世紀福音戰士合作，係做呢個旅遊推廣嘅。咁人算不如天算啦，好多嘢都係因為疫情而取消咗，包括呢個嘅動漫主題曲呢個歌手高橋洋子嘅小型演唱會都取消咗。咁而家淨係得翻一啲好零星嘅小活動係俾大家去玩嘅啫。咁而家咧啱啱經過咗呢個小田原市，下一站總站咧就到箱根嘅啦。咁其實我屋企距離箱根就唔係好遠嘅啫，坐呢個嘅 Romanska 坐電車坐一個鐘就會到噶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就到咗箱根啦，啱啱落車。其實今日係星期五啦，諗住避開人潮，咁但係其實都 OK 多人。我係諗住係冇乜人嚟嘅。好啦，咁而家就喺箱根呢個車站啦。咁大家見到啦，其實有呢啲新世紀福音戰士嘅裝飾。其實睇翻佢哋嘅活動官網咧，真係好多活動原定嘅計劃都取消咗啊！咁而家係得翻呢啲係儲齊呢個嘅印章攞換禮物嘅活動啦，得翻換嘅係貼紙同埋呢個 file。佢有一個呢個嘅箱根保元地圖啊，即係你行勻一個圈咧，儲齊曬咁多個印章咧，就會有。就可以換抽換禮物嘅啦，就可以。咁呢個嘅箱根保元地圖咧，其實係你要有訂呢個嘅車飛呢、這個 Romanska 嘅 ticket 先可以問個職員攞嘅。咁佢入邊咧，其實有14個地方係要去嘅。而家呢個係過嚟啦，過嚟得。というかこれを全部押したらいいんじゃないの？違うかな、うん、ちゃんとその名前が違うんだよね、多分。多分一個一個押したって違う。全部はいけないな。咁、其實今次咧就第二次嚟箱根噶啦。咁對上一次嚟咧，其實係揸車嚟嘅。咁但係嗰次就冇乜點樣行過街啦。呢個有個叫 Ebaya 嘅地方係買咩嘅咧？哦、原來佢係買呢個福音戰士嘅周邊商品嘅。我、呢個夜貓，我哋夜貓都有嘅，啱夠好先嘅，其他。我哋入去睇下先。防災糧食。我夜貓，我有得看啊。啊，好叻到㗎。入面有好多精品，如果是 fans 嘅話咧，係有排行嘅。好啦，咁而家係中午嘅11:30啦，咁我哋就去食中午飯先。我哋食呢個嘅燒拉麵。啊，旅行嘅中午梗係唔少得啤酒啦。我哋今餐的刁拉麵啊，系咪读刁？我真系唔知。嚟到呢、這个箱根嘅呢个桃园台，咁大家见到上边咧，佢系有个细细只字写住第三新东京市站嘅。听讲咧，佢入边系有个摆咗一个2米高嘅呢个 figure 嘅，系咪呢度咧？我冇錯啦，大家應該見到啦，呢個就係。講起新世紀福音戰士，其實我自己前一排都喺 Netflix 度揾翻佢出嚟睇嘅，其實。咁但係我一睇之後咧，我淨係睇第一集頭半部分，就已經唔知點解睇到熱淚盈眶啊！即係你睇到阿定真寺佢上咗一個乘架車去揾佢老豆之後咧，嘅畫面嘅顏色嘅色彩咧，完全表達咗阿定真寺呢個細路嗰種內心嘅孤獨感啊！即係唔知道大家睇落有冇呢個感覺？我老婆仲問我嚇，做咩喊啊？睇到呢度有啲喊位咩？啱啱開始啫喎。咁睇呢度入埋
吸埋個 stamp 先，吸埋個印鑑先。而家先吸咗三個，即係玩咗兩日，係吸唔曬嘅，永遠都一定吸唔曬。係咯，咁我哋特登坐車嚟到呢個桃園站咧，除咗睇呢個初號機嘅 figure 之外，係坐呢個雙根海賊船嘅。哇，好多人喎！好啦，咁我哋開始上船啦。咁其實今日天氣都麻麻地嘅，落住毛毛細雨。我先攞過嚟坐上嚟喎，合作。嗯。Queen 啊，先攞過。宇宙船のお客様に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。本日は箱根にご来場いただきまして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海賊船。我呢個初號機啊，呢個。聽講咧，如果天氣好嘅話咧，係可以喺呢度睇到富士山嘅。不過大家見到啦，煙雲密布，落緊雨其實都係。你再行上一層睇下先，仲有十零分鐘啦，仲有後面就是我哋要去的地方啦。非常之大風啊！協力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發現咗一個可以集郵的地方，六號機呢個，過呢度係咪？嗯。就咁，有冇一種水墨畫山水嘅感覺啊？それ並んで写真撮るけ？そうじゃない？而家有咁多人排隊喺呢個地方度影相，咁但係其實個個都咁影相，影出嚟嘅相都係一樣噶啦，係嘛？唉，算罷啦，走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呢趟嘅第三新東京市嘅行程咧，就差唔多結束噶啦。嚟緊咧，我哋就會去嘆個啡，再坐車翻去翻東京，翻我屋企，唔係翻東京。咁我哋段片咧就暫時嚟到呢度結束先。大家有啲咩意見嘅話，歡迎留言，記得訂閱贊好我個 channel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咁喺呢條之中咧，不斷坐呢個印章咧，坐咗五個咧，其實佢係有獎品換嘅，佢係會可以換五個嘅話咧，可以換呢個嘅貼紙。就这样。